所有的文章的内文、内文字或者是标题字，请问字型有没有一致？从头到尾只有一种字型，那哪一种字型？标楷体，你不可以全选，然后设这一个标楷体哦，不是这样设的。我现在要教你怎么样去设计。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文字它都是标楷体，对吧？这是不管你到除非你投稿的，例如说投文章是投外文，外文的话它没有中文字型，它只有 Arial 跟 Times New Roman 这两种，也没有第三种了。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所有中文的任何的计划，全部只有一种，使用一种字型叫标楷体。那我们应该要学会如何把这些字型全部都改成标楷体。做法是这样做的。首先你要知道说，我这里面是不是有标题一，有标题二，还有内文，像这个是不是内文？例如说你现在游标放在这个内文的段落，它这边自动样式会出现在内文。好，这个它是不是也对不起，它就不是用内文。好，不管它是不是用内文，可是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根据就是它是根据内文来做修改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只要改这个内文，把内文的字体换成标楷体，全部文章都变成标楷体了。好，滑鼠右键在常用这边，样式内文，请用滑鼠右键点选内文，然后麻烦请点修改。修改这边，请把首先你看名称没问题，还有它内文是没有样式根据，所有的那个样式只有内文没有，只有内文没有样式根据，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第三遍，只有内文它没有样式根据，其他通通都有。好，但是其他也可以设定为不要样式根据，为内文。好了，这边请把样式设定为标楷体。可不可以请把这个基本的字改成12，这个是最基本的大小，不是11。那你一定会说，为什么会出现11？有时候它是特殊设计，可是要设计就一起设计，绝对不会说啊，有的内文段落那个就是几种不同的样式。好，点选12，然后点选确定。那你会说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标题，这是标题，还有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没有改成标楷体。没错，那是因为它有额外另外的设计，如果预设它就会一口气全部都改完。如果我们在文章尤其是内文里面，我们要输入数字跟英文字，我们一定会保留原始的，就是英文字跟数字的样貌。举例来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英文字母前后，这个英文字 Microsoft 的前后，它一定都会有空格，所以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区分，反正当你要打英文字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做出来它的中文字跟英文字的空白间距。好，那你应该知道说，这个第一个英文字跟第二个英文字它中间的空白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好，那再过来，各位，英文字跟数字，阿拉伯数字，我现在要特别强调，所有的不管是什么标题里面的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内文的那个数字，都要用阿拉伯数字，请切记。
还有日期、时间都用阿拉伯数字，千万不要用什么，例如说2015年就有人会写那个国字的20，千万不要写这种，就写阿拉伯数字就好了。好，这是一致性。请问为什么？你要知道，通常我们提到英文跟数字，那绝对是在整个中文里面，中文里面比较特殊的部分，而且会让别人一眼就看到，对吧？那你要刻意把那个英文不数字啊，要把它改成什么？改成那个中文字的话，这样别人就比较不容易看到，可以了解吗？你知道在全部中文字里面出现英文字，那绝对是重点，还有数字绝对是重点，可以理解吗？好，所以你要记住，我们做，我们不管写计划或者是报告，我们在做 Word 的文件创作，它只有一个目标，让别人能够快速方便阅读。好，所以真的有，真的我看过有很多很优秀的人，原来他是先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请你们在创作文章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2010打成这个样子，什么20怎么打，大写的 O， 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不要2010，好，不要打这种字。那当然更不要打什么，应该一星2010，千万别打这种字，知道吗？好，我们就直接打这种阿拉伯数字。好，那我们因为要把所有的文章一口气都变成标楷体，所以请游标落在随便一个标题一，然后滑鼠右键点它修改，这边修改。好，一样，请把这个格式设定，格式设定这个文字改成标楷体。那因为它是标题字嘛，能不能稍微设大一点？例如说16，确定，就是把这个字稍微设大一点。好，还有这个是标题二，第二个是标题二，一样的做法，我们再做一次，滑鼠右键点选标题二，修改，然后接下来请把格式设定里面字型改成标楷体，那这我们改成14好了。因为刚刚标题一改成16，那标题二我们设为14，有点主从的一个差别就可以了，确定。好，整份文件全部应该都变成标楷体了。要用这种方式，我们今天的内容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千万不要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学，我想应该是要学它前面这个编号了，这个编号。好，那我就要跟你们讨论喽，你们的编号是什么？是你们来定，我们就是政机会的文件制作标准。请问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子？先是大写的一，然后顿号，可以吗？那下一阶呢？你们习惯好像是用这个，对吧？好，我要把难度提高，因为那个台北市政府的规范是这样子，可以吧？对，用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哦，当然，你听完我的课，你就会发现刚刚那一种是很简单的设计了。这样了解吗？就是你也会你们想要的设计。
那当然下一阶就是一之一之一点，然后空白，请切记哦，我这个点为什么要有一个点？因为通常我们会跟例如说文字有一个区隔嘛，对不对？就是标题符号、标题数字所连接起来的标题数字跟后面接的文字要有一个区别区隔符号。那我们这边因为像这个大写的一后面这个顿号就是在做这件事，所以我想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会希望整份文件一致的修改，绝对不会说，绝对你看像我刚刚修改这个字的大小，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它一样也变成标楷体16字型大小，这个会议管理篇它一样变成标楷体16字型大小，哦，我想这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希望这个标只要是标题它前面要出现那个大写繁体字一然后顿号，可以哦，然后这个前面要出现是二顿号，好，以此类推。那这个我希望它出现的是一之一，因为你看嘛，这边是不是十，接下来这是什么，11，对不对？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工作管理效率篇是11，这是不对的，我们要二之一，可以吗？这是假设你今天你要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一个那个标案，他就会要求你，他就会给你这份文件，你就必须要按照他的样式来去撰写。好，那个是属于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你都会，简单的你一定会。我知道了，你们好像是这样子，就是这边好像是一顿号。然后这个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然后空一格，应该没有后面那个顿号。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是属于简单设计，就是标题、标题和标题三。好，刚刚我说的这一种会比较困难，所以我把比较困难的教你们。好，要做到这件对不起，所以我是要告诉你哦，我等一下要做的是长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这边我要出现大写的一顿号，这个是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那这个就是大写的二顿号，二之一、二之二，好，以此类推。好，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它叫多层次清单，在常用，随便你将游标落在任何一个段落都无所谓，常用。接下来，请点选这个像。在项目符号的隔壁是项目编号，编号的隔壁叫多层次清单，这个好，请点选多层次清单往下的三角形，我要自己定义一个新的多层次清单，可以吗？我自己要定一个新的。不过你记住一件事，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类似像那个行政部或者是资讯谁管这个标准很重要，好，他说我 这一份文件的样式我已经写好了，请发行给全部各单位，他就会先把这个多层次清单定义好，你们只要套用就可以了，所以等一下你们还要学会套用到另外一份文件。好，那我现在因为我们第一次要来做，我就教你创作这件事。来，请点选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首先，
当你点了这个定义多层次清单，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可能你出现的跟我出现不一样？一不一样？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地方这是标题一，这是标题二。然后他现在告诉你，以我的这个内容来说，我的标题一是一点，对不对？这就不是我要的那个大写的一了。好，所以我要修改它。但是我要请你先点的是更多，更多，请你先点这个更多，请你先设定这一个一，所以请点它一。这边有一个叫做将阶层连结至样式的标题一，这边请改成标题一。改好喽，然后接下来，现在这个一哦，它是用阿拉伯数字，也许你们的不是，不管它用什么，但是请改这个，请改这个，我希望它是大写的，大写的，一二三的一，然后请将游标移到最后面，它现在出现有一个点在前面，对不对？这个点它不是灰色，它是我们手动自动打上自己打上去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修改它，先把它删掉，我不要那个点，那个点很小，好，我要顿号，中文字的标点符号里面的顿号，可以吗？好，我不晓得你们大概知不知道，就是说通常哦，通常这个顿号后面我们是不放空白字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这是中文字，中文字就是一个字接一个字，有听懂哦？可是如果说你设计到阿拉伯数字跟英文字作为符号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哦，他们是有加一个空白。因为你们一定会设计到，一定会有 A B C， 然后刮胡 A 刮胡 B 刮胡 C 这种，这样可以了解哦。当你那个计划很长的时候，假设200页的计划，你可能就会有5、6个层次跑出来了。好，所以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习惯就是中文字是一个字接一个字，接的刚刚好的。所以不会有空白。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这是第一阶。第一阶我们套用给谁？给样式一。设计完咯。好，这第一阶我想没问题。接下来是第二阶。第二阶才是真正问题。第二阶，你记不记得第二阶？所以这个二这边要将阶层连结至，请一定要设定为标题二。如果按照你们的设计，你们就只要改这边就好了，你们就只要改这边改成什么横的一、二、三，可以吗？你们只要改成这一个，然后你们就做完了。啊，记得这个后面这个是一个顿号，为什么不是一个点？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它是中文字，中文字的标点符号有没有一个点？答案是没有，就算有也是全形，可以吗？那非常像全形的点，就是那个顿号，可以哦。好了，可是我现在要改哦，改成我是不是要一之一，对不对？好，所以麻烦请把这个
这边现在看到的内容，现在看到内容，我要先把它改成阿拉伯数字的那个一至一二三的这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请把后面，请把后面那个顿号删掉，输入一个点跟空白，就是只要是阿拉伯数字或英文，他们用的都他们的句号就是那一个点，可以了解哦。中文跟英文数字是有差别的。好，那可是我前面那个这个是第二阶的编号。我要在之前加一个编号，对不对？加那个章的编号，所以请将游标移到前面去，移到这个一的前面，这个灰色底色灰色的一的前面，然后麻烦请这边包含的阶层编号。请选择阶层一，你一定有啊，刚刚这一不是在这边吗？如果没有，你就要关掉再重新新增了。这个一跟后面那个一分别代表不一样的意思，前面那个大写的一代表章的一，好，所以章的一跟节的一中间要有一个 dash 符号，可是你应该知道说，我们不可能放什么大写的一，国字一 dash 一，对不对？好，请勾法律样式编号。好了，你的标题二就做完了，确定了？对不起，我这个应该是标题二。设计好了，那你会说这个不对，再顶一下。我要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假设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模板，就是。等一下，我要上网去抓一个，就是政机会的文件，然后一样，我分别设定好标题一、标题二，那我就会希望它整份文件什么字型，标楷体，对不对？然后，好吧，因为它有改颜色，颜色是额外改的，好了。来，请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可不可以另存一下？档案，另存，然后浏览，请存到刚刚下载那个地方。我们加个日期好不好？今天的日期。这是 Office 40招。然后0416，然后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一样是放在刚刚那个下载那个地方，然后确定，可以吗？我们就先把它储存起来。那你应该知道你现在存的档案副档名是不是 DOCX？DOCX， 请把这个档案关掉，样本档不要打开。我们现在能不能去网络上下载一篇文章，政机会的 Word 文件，可以吗？随便找一篇，好，我教你们怎么找。第一，打开这个 Chrome 浏览器，然后请在
这里面搜寻搜寻 file type 就是档案的类型冒号 docx 档案类型我只要 word，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这一个第一个正机会20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应考人什么新进人员招募甄选，好，我就点它，好吧，它下架了。好，第二个点它，一定可以下载，除非它拿掉了，这样了解哦。再下载一个好不好？你都找不到，一定找得到。那个，我等一下要把这两份文件当做附录，附录听得懂哦。好，我们来看看政机会的那个文章 Word 的文件哦，它有没有按照我们刚刚要求的标准来去做？一定没有，否则今年我总会来上课，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原本这文件是怎么做的。好，哎，请问你们下载好了吗？下载两个 Word 的文件，下载好的文件一定在下载里面。好，首先，请问你们下载好了吗？下载好了。好，来，麻烦请到档案总管，也就是打开这个文件，下载。我先用这一个好了，什么新进人员招募简章，快速点两下打开来。好，因为它是从网络上下载的文件，所以它要求我启用编辑。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封面？封面我们不管它，封面。然后接下来这是不是一办理依据，对吧？对。它居然是内文呢。有看到吗？好，所以我必须要手动把它变成什么标题一，可以吗？这个一定要手动变成标题一。那二也是标题一，三是什么标题一，这边。有看到一报考资格，请点标题二。本次招募共五类，可以吗？也是标题二，可以吗？四哦，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们那个。请你注意一下，不可以这样直接写，这就违反了那个标题的定义。这个标题的精神，你要分，像这个是内容文字，这是内容文字，看得懂哦。这是标题文字，要区分哦。请问当事人有没有在做？不好意思哦，请容许我讲那个，就是讲这些。没关系。真的、哦、不好意思啊，因为你是要，你是我的衣食父母，因为你是要填问卷。好。好，是，谢谢，您的气度让我觉得很好。我们接下来，其他我不改了啦。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要套用刚刚那个模板。听得懂吗？就是这个四是不是标题一？然后这个一跟二哈，你要改成标题二。这个报名方式也是标题二。哦，这个是标题三，我刚没有设标题三，所以这边就不设了。它这个可以到四阶哦。它这个可以到很多，你看下面还有这个一二，
不过我跟你讲，这应该大家都是你政机会应该都是这样设计。好了，所以这个三应该是标题二，然后五甄选方式是标题一，然后这个一第一阶段笔试测验是标题二，第二阶段面试是标题二，好，最后了六，这个是标题一，然后这五项都是标题二。好了，我现在这份文件是不是做好了？我希望我把它全部一口气改成刚刚那份文件的标准，这样了解吗？你自己还是要手动去设定它是标题一，它是标题二这件事情哦。这个是不管是谁来做，自己定义的标题一、标题二要自己定义好。好了，那我就用刚刚那一份文件的样式当模板，当一个 template， 然后呢我希望把它全部都套用进来。首先第一，字体一定要是标楷体，其实它本来就做标楷。第二就是那个，记得这个地方它等一下会变成六顿号，六顿号其他注意事项，那才是正确的哦。因为这个是自己打上去的，假设我现在要把五这个段落调整变成第十这个段落，那你要改好多东西，绝对不是只有五这个段落。可是如果说我们用正确的样式来去做修改，你就真的只要调整，把它搬到适当的位置，它就改好了，可以吗？这才是正确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方法。好，那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用刚刚那份文件的样式。所以怎么用？首先在常用样式里面的右下角，样式很大哦。我先跟你们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是说这是这功能里面第零个功能是档案。每一套他认为啊，微软公司认为每一套软体的第零个功能标签一定都是放档案，我想这是合理的。第二个应该就是我们认知的，就是第一个功能档案叫常用。这个常用的意思就是你应该是使用 Word 里面最频繁需要学会需要使用到的功能，它就放在常用里面。请问一下哦，你在使用 Word 的时候，这个样式常不常用？如果不常用，就代表你可能用错了。这样听得懂？我今天我教的都在教常用里面的功能，因为那是做这份 Word 文件最重要的事情，常用的功能你一定都要学会，这是你学 Word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常用。麻烦请在这个地方常用样式，这样式的功能很大，对不对？它的右下角，请点这个右下角。其中你在这个样式里面，样式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叫管理样式？其实你可以新增样式，你可以新增样式，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字元、字元十、字元、字元十一、字元、字元十二，因为你一定做了一些动作让它一直在帮你创造新的样式。好，现在先不管这件事情，我们要点选管理样式，请点管理样式。在管理样式里面，我们要点这个
汇入汇出，汇入汇出，就是我要把那个另外一个档案的样式全部汇入进来，所以请点汇入斜线汇出。好，请注意哦，现在这个新进人员招募简章在左边，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在 normal， 有看到 normal 里面我们要把它变成什么？关闭档案，关闭档案，然后现在变成开启档案，这个位置。我要开哪一个档案呢？就是刚刚我放在下载，我有加那 Office 40招有加今天日期0416的那个档案。可是你要记住哦，你现在点到下载之后里面是空的，因为它预设是要开 Word 的范本档，叫 DOTX。不是 DOCX， 好，所以请把这个改成所有档案，请把这个等于说档案类型改成所有档案，然后请选刚刚下载你放进去的 Office 40招0416，然后开启。然后呢，请把这边从第一个内文拉到最下面 Shift 键按住点到最后一个，全部选取，我要复制过去，我整个复制过去，全部皆是，复制这些样式到这一个叫做新进人员招募简章，然后全部皆是。好了，这边全部都复制过去了，然后关闭。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从最前面开始来去看。首先第一页没有改，我们来看第二页，有看到吗？一顿号，二顿号，有看到吗？这两个字是自己打上去的，这是系统自动产生出来的，这样可以了解哦。那当然你要看什么一之一、一之二，你看像这个，记不记得三没问题，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这是标题二，它变成三之一点，然后一个空格，然后会有一个定位点符号。好，大概有听懂哦，这样子才是正确，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手动再把它删掉。那我要教你一个最简单，例如说第三章报考资格，跳到第六，就是插入到第六章之前，可以了解哦，我那个数字要自动化。听得懂哦？好，怎么做这件事？做一下给你们看。等一下，我再把它改回来。你看这第三章，你可以点它，整个第三章。然后呢，第六章，好，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第三章啊，按住它拖曳过来。它就从原本的三变成六了，可以吗？那原本的这个三不见了，你了不起就把它给删掉。听得懂我现在在讲的意思吗？这个我就把它 delete 掉。不晓得它是第一段是怎么了。好吧，我就只能把它改成内文，
我就只能把它改成内文，再 delete 掉。我就不想要去研究它这边的分页符号，因为等一下你放心，我会讲到正确分页，可以吗？我现在再把这个报考资格，现在是不是应该是，因为我放在第六章的前面嘛，所以它就变成什么五了，对不对？我现在把这个五报考资格再搬回来，搬到刚刚那个位置，所以一样的做法，就点把它先缩小，然后按住它往上搬，搬到三的前面，放开，是不是又回来了？可以了解哦。所谓又回来，就是指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三，刚刚它搬到变成第五，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变成五，这边变成三。一定要用这种方式，你到时候那个多层次随便你怎么搬都可以，都可以不用再花很多时间逐项。你从三搬到六的前面，你要改的是这个四也要改掉，这个五也要改掉，四要变成三，五要变成四，对不对？然后这个三要变成五，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好了，这个档案我就关掉咯。好，那其实我跟你讲，那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写这种计划，所以大家都是用那个就是打字法，你随便去下载几乎都是这样。可是我相信从新年从五月份开始就慢慢就会改掉了，这就是我们上这门课的主要目的。好，我关掉咯，不用储存。我刚刚讲那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再请你们动手做，简单的做一下。假设我现在打开 Word， 请打开 Word， 开一个 Word 的新的档案。好，请问一下那个新进人员招考，那我们可能一是主旨，然后说明办法，然后接下来办法可能还会有什么？办法就是那个可能有学历限制，讲是学历。现在好像比较没有性别的限制了，那年龄限制。好。年龄也不行。工作经验。就是两个标题二了，再来还有那个其他，假设其他，那我就不打咯，例如说 AAA,BBB, 好了，请把全部先设为标题一，再把那个学历跟工作经验改成标题二 ,AAA,BBB 改成标题二。大概知道我在做的，然后你要做更像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打一大堆的主旨，当作是内容文字，对吧？这个就是说明文字。好了，以此类推。好，我现在就创造了一个有标题一、标题二，简单的这样文字，我想要去套用那个模板。好，然后接下来请各位动手来去做。首先，我只要设定好标题一、标题二，
然后接下来请点常用，这边样式更多，更多在这里，更多。然后麻烦请选择这一个管理样式，在最下面，在这个视窗的最下面有一个叫做管理样式。好，请点下去管理样式最下面这个，然后麻烦请选什么呢？请选汇入汇出，汇入汇出，请点它。好，一样，我还是要改右边，我还是要改右边这个，请选关闭档案，开启档案，就是各点一下，再点一下开启档案，然后麻烦请选到下载里面，现在下载是空的，因为一个 DOTX 都没有，所以请把这边改成这个所有 Word 范本改成所有档案，然后请你选 Office 40-0416开启。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打的全部都是星系名体，对不对？好，最简单的一种做法，记得就全选它复制过来。你当然也可以只有内文复制。好，麻烦还是一样全选，要改就一口气全部都改掉，而且你等一下还要会改页码大小。来，请点全部，就是你先点到第一个，然后卷轴拉到最下面， Shift 的键要按住哦，然后点最后一个复制，全部皆是，然后点选关闭，这也可以关掉了。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这个蓝色一定是，一定是标楷体，对不对？标楷体16字型大小，那它的内文字一定是用什么？一定是用标楷体12字型大小。